진료체의 전체 시행경입니다. 好，老师要送了，收心收肺都是肉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谢谢，抱歉哦，没错，幸运人就是你了。好了，这里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的 hashtag 之余啊，也请我们之前老师请刘某老师，老师来了，雷击到的了啊，雷击到了，对，孩子们想你了，孩子们爱你了，孩子们希望你说说话了，没错，现场观众朋友们在我们场上这位呢，这是我们万邦武力的指导老师之一，当然他也是。 我上周我们今年暑假最常遇到最常合作，也是最认真的老师之一，没错，大家的好姐姐，我们的知青老师欢迎，也是一样，请我们知青老师借这个机会呢，能够稍微喘一下，休息完之后，一样稍微讲一点心里的内心话了。看到带给你的孩子们还是我们爸妈们都可以，毕竟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最今年度的最后一场惩罚了，对，而且你也知道，你也为甄选孩子们争取很多，譬如我就是你争取来的，对，好，所以辛苦老师了，对啊，这群孩子们真的好辛苦哦，好，所以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老师了，请。好的，好，我是知青老师。耶，好，就首先呢，你们是，我还没跟你们算账，好来，我先感谢在座的家长，就是其实他们这是独成呢，花了很多钱跟时间，以及天气的因素。 所以其实让这场独成办得很辛苦，对，谢谢爸爸妈妈们的支持。那我相信你们看到孩子在台上很优秀的表演，你们也会觉得很赢他们为荣。对，所以我在这边代替所有万方武力的学长姐，还有他们各位或是说师长们，在这边深深的替他们向家长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支持。是的，谢谢我们全场的所有父母们、所有爸妈们。好，然后再来我要谢谢万方武力的学姐，就是三不五时就回来看。对，虽然有时候可能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叙叙旧。 对，院长他们有点累，有点多包，我要先解决他们，还没有那个心情。对，所以其实很谢谢我带过的学生们，然后还有那两位甄景跟黄静雅，无私的付出到不行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现在是还在上干中还是卸干了，我也不懂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要许个愿，胖子老师，许愿值胖子。其实呢， 胖子老师是万方武力的大学长，至于他几岁呢，我就不说了。对，学长你第几届的？今年二十三届了，你第几届的？十三，是不是？哦，十年前了哦。对，然后这边许愿呢，希望明年惩罚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惩罚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我这边许愿呢，明年惩罚的时候呢，万方的所有学长姐可以回来跳一支老人舞。胖子老师，你说好不好？ 说好，你这样还会说不好。这已经不是许愿，这叫情绪勒索了啊！对，直接请了你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啊，这种。对，就是希望万方武力的大家庭呢，就是大家可以回来叙旧，然后看看你们现在学弟妹们，然后也可以减轻一点我的负担。重点是这个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，也请你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给他们这群小孩子，因为他们现在台风天还可以。 办得了惩罚，其实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喉咙还有你们的手都借给他们，然后给他们最大的鼓励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辛苦的朱青老师啊，谢谢我们老大啊，总算啊，真辛苦了啦。